主料：笋400克，黑木耳50克，红萝卜100克，肉丝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13香、葱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姜笋和红萝卜切丝，木耳丝片，五花肉切丝，葱姜切末。锅里放少许油，将肉丝放入滑熟的肉，烧少许油，放入笋翻炒，放入红萝卜和黑木耳翻炒，放入盐13香，倒入炒好的肉丝炒匀，最后放入少许鸡精炒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肉不要滑得太老，喜欢勾芡也可以，味道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